原标题：战地记者沙飞，抗战中的晋察冀老照片。1944年12月，沙飞、施少华陪同美军观察组杜穆克少校等参观晋察冀画报社河北富平洞的沟。1944年12月，沙飞左陪同美军观察组杜穆克少校参观晋察冀画报社河北富平洞子沟。1944年，美军观察组及美飞行员看晋察冀画报社赠送的图片。1944年，晋察冀边区群英会模范教员报告巡回教学的模范事迹。1944年，晋察冀边区群英会会场。1944年，晋察冀边区群英会美军观察组杜穆克少校拍照。1944年，晋察冀边区群英会美军观察组杜穆克少校在卫生馆参观。1944年，晋察冀边区群英会美军观察组杜穆克少校参观手工业品。1944年，欢迎美军观察组人员和飞行员。1944年，美军观察组与军区首长唐连杰又一交谈。返回搜狗查看更多责任编辑。